谢谢。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好。啊，这个都是你看，不管是从星光大道时期、驻唱时期，到发第一张专辑，对啊，抱一下好不好？哎，麻烦一下。没有，拍、啊、谁？他是林演呐、啊，嘿，他是林演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销售冠军，销售冠军，好。幽迷，哇，谢谢。对啊。来来来，给美珍，给美珍，嘿，他可以拿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你居然骂赖明伟白痴，哦，是是是，来来来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哇，来来，要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这样可以。来，工作人员，麻烦帮我把花拿一下。我刚被歌迷打头哎、欸，对，你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你们也是要再谢谢一下他们，其实他们这个精心准备礼物、对啊，对啊，而且这次他们其实等了蛮长的时间。嗯嗯，然后这次其实专辑里面的新歌，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合体嘛，刚刚听到的守护者，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想要听到专辑其他的新歌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嗯。哎、欸，可以讲一下吗？哎、欸，现场有人吗？对，他们感觉好像没有人想听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他们现在是要现场演唱，而且是吉他，好吧，自弹自唱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来这边干嘛的？我可以问一下这位是便当还没有领吗？是零元吗？还是零点？是是是，好好好，零元，零元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来来，刚看到这个法爱老师准备的吉他，其实这个吉他今天也是为了两位的演出所准备的。接下来是要带来这个专辑里的新歌。对，因为我们这张专辑还是承袭我们第一张的想法。对，就是我们虽然是团体有合唱的歌曲，但其实还是有我们各自 solo 的部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带来我们这张专辑个别的单歌。了解，掌声鼓励，欢迎神木雨桐。你们很无聊吗？你们可以聊天啊，或是开啤酒什么来喝，果汁都可以。会顶到谁？哦，对不起。我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轻松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想掌声就掌声，想要尖叫就尖叫，想要丢东西就丢东西，想要说我们唱得很烂就说没关系，无所谓。你们都在吗？你们来干嘛的？好，那我要先换回大家的注意一下，大家都有在注意官网的那个一些讯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想先请问一下，最近有两首歌抢先听，那请问一下，黄美珍 solo 的歌叫什么？一起来躲起来！你等一下就负责唱这一首，我不要弹那一首。好，那 我唱的呢？哎，你们是都没有在听的。卖公我躲过呆，卖公我躲过呆。好，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叫做《我知道你们都在笑我》。请问一下，赖明伟独唱的这首歌叫什么？对，是好想为你哭，不是让我为你哭哦。啊，那我先来唱好了，啊，带来这首《让我为你哭》，好想为你哭。